就你那小主子真有本事。今天这场局本想着一举成亲，他是用了什么法子还能扳回一城？遇到云香，你还能全身而退，算你狗东西走运。畜生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求云香给你个好死吧。天火来了，主人。来来，坐坐。说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回主人，天狐查清楚了。天狐，你何时成了他的人？管那么多呢？请主人吩咐。你呀，回去之后，但凡再有一点风吹草动，赶紧来报。是，主人。天火，就算你跟云香没有交情，你这么做，如何面对你情同姐妹的柯梦兰？柯梦兰啊。那你倒是觉得柯梦兰如今是谁的人？不可能。说与你一个小秘密听，柯梦兰啊，是你们这小圈子里唯一一个真正的叛徒。他，天狐，冤枉他，他是中了我的噬心散，迷了心智。现在就我让他去死，他都得听听。狗东西，早晚让你不得好死。吓吓别人吧，小虎，他骂我，帮我掌他嘴。小虎，主人，掌他嘴。天狐喜欢金大哥，天狐不能伤害金大哥。你放开他！要小没过呀，这是真感情啊！什么样的感情？什么样的感情，连噬心散都能抑制住啊？主人永远是天狐的主人，但是天狐喜欢金大哥。阿忠啊，咱们什么花样都玩过了，你看没看过活春宫啊？狗东西，有本事冲我来！我倒要看看。这天不怕地不怕的金镖金石两。唐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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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到底怕不怕？咻！天火，天火。
我喜欢金大哥，让天虎做什么都愿意。天虎，你还记得我这么一心这上尊，快想想。让天虎做什么都愿意。金世良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唐小，你知道。